那在这里还是感谢杨部长跟各位领导到南投县来，发挥你们关怀。为了表达对南投县这几天大雨后灾情的帮助心意，大陆150组一部参访团的官员，今仔日提着150个十万人民票爱心捐款来到南投县，并由副馆长陈志清来代表接收。对此，参访团一定人希望会当帮助重建灾区，也让南投县的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我们从新闻媒体上。 和各界的反映上得知，我们南投县南投呢，在这次雨灾当中有受灾较严重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部长十分牵挂灾区的我们的这个人民，所以特地来看望大家，也表示一份爱心。那么我们决定，为这次南投呢，捐100万人民币，同时呢。 那我们邯郸市市委市政府呢，也决定捐50万人民币，用于这次这个帮助我们受灾的民众啊渡过难关，为这次灾情呢添劲儿给力，希望他们呢能够用辛勤的劳动，尽快的克服这回带来的灾害，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。 会长副馆长陈志清也代替馆长李朝卿，致上感谢状以及南投县的农地产品，感谢因的爱心捐款。希望咱县府甲这次用地咱即个救灾一寡福田吼相关的重点的工作。虽然因部长讲金额毋是真多，但是代表咱中国人甲台湾人吼，尤其咱拢共款，拢是中国人安尼吼。啊，尤其咱家己语言拢会通吼。啊，因对讲台湾有发生灾害。 由河北市人民政府以及邯郸市隆重捐出了150万人民票，将交由南投县政府来统合使用，除了要表达因对着受灾居民的唔甘，也希望会当帮助到重建灾区的建设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